来，三二一，电竞女神 Miss 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机智的小杨哥太懂兄弟们了。那站起来了没？我怕你这个主播。我是裤子。这是裤子吗？因为我刚才看啊，不是我没看啊。也不用做，我怕你做，你一做了就容易疯狂。我做的我怕别人会觉得是穿的超短裙，那不盖，你别以为他没穿裤子，那不盖更不行了吗？盖我就要。又有人喷了。盖一下试试。不能盖，不能盖，你听我讲。盖一下试试。啊？不仅如此，小杨哥还让 Miss 帮忙涂口红。 一涂几遍还得要涂。兄弟俩还让 Miss 体验了一下小杨哥家的专属餐具，只是这餐具就算让奥尼尔来用都拿不起来吧。你找筷子，你吃这个，这个常用的筷子，筷子，对，筷子，筷子。哦，这跟我的筷子差不多。我们的筷子很正常，对，还拿叉子筷子还可以吃的。用叉子吧，用叉子，那不合适。小杨哥特地请了红绿灯的黄来测试成人雪地靴。 兄弟俩看到如此魔性的舞蹈，也情不自禁的加入其中。不到40天就过年了，趁年货还没涨价，物流还能发货。小杨哥携手 Miss 提前给粉丝安排一波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羊排羊腿，真香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的 Miss 竖起大拇指称赞。原来女人的幸福感真的可以用美食打开。 Nice， 这就是没有烧过的啊，这边是羊排，看这个是腿，这块是腿，切好的，对，切好的，哪里的羊？这是呼伦贝尔的羊，听完品牌方说的，严谨的小杨哥再次确认，产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，内蒙古的羊，委托方啊，就委托杭州发货的是吧？是的，委托方杭州红小厨食品，我们全国七个摊子，7个仓发货啊，188。我们今天是5斤啊，一共上车。 大杨哥真的是个大暖男，他贴心的小动作，你发现了吗？我立马就牛腩，是吧？牛腩，牛腩是牛是生的吗？牛腩，肚子，牛腩肚腩，牛腩火，我们的肚子这里，而且最快的肉肉，他特别的紧实。真不错，这太棒了。老板，完了怎么办？你再过来吃一点。老板，老板，你自己夹一点，老板，给，老板给，好，好，好。 完了，这个放心，这个咱们拿了，拿给公司人分了。这个也在，我们公司也没事。哦，绝对放放正正的。你行，你听啊，这一袋是1斤，零下18度保存，保存1、24个都在啊，木头的牛腩，木头，你是商场买了个1斤。日芒48，48，大哥，一包2包2斤了啊，5斤，两斤了啊，5斤，给你来是4分，我说你加2斤。今天啊，2000500克，100500克，上车。哎，兄弟们，好多鱼来了，给我提前给大家整了啊，兄弟们，年的味道，整了年的味道。 百酱年的味，百草味的，百草味的，金合合，有多少种监管是来来来，我给你来看看啊，这个我就拿给大家看看，来来别动，拿着，多味花生啊，黄金玉米豆，多味花生，你喝吗？山楂条，嗯，啊，核桃，核桃，葡萄仁，哈达木，这个是腰果，瓜子仁，夏威夷果，蟹香蚕豆，紫皮核桃，紫皮核桃，还有一个黄头罐，真正的黄头罐。 跟你喝，百味好的啊，大品牌，这可以过年的时候送你嘛，对不点？也可以过年了，如果按他们平常买的话，一百五六了，抢哥今天79，上车。大杨哥唱了一首安徽六安歌曲，部分字幕已经无法翻译了，从现在唱啊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是安徽的，安徽六安的，六安玉安区。 玉安区古镇镇，六安话是这样叫：青蛙叫做河马，泥鳅叫做泥巴狗，亲嘴叫做腾贼，上米饭叫做干饭，奶奶叫做老奶，爷爷叫做爹爹，做饭叫做扫果。
小便叫做谁谁。啊！光上半身叫做解码筋量，光下半身叫做解码屁股啊！小杨哥带护安踏鞋上来，三位美女品牌方，小杨哥再也不淡定了，直接开始了现场走秀。神空神空，一切似空，天下金光都是梦，美美梦梦，你们心中。吹着冰冷的风，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下一个今生今世有你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我是那个安踏的品牌方啊，宝贝们，这个鞋子叫1991，然后是我们安踏致敬，我们安踏成立1993年成立的，对的。有广告词，安踏永不止步。这双鞋呢，跟别的板鞋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鞋型很好啊，看。对的，版型非常经典的。版型很好。哎，这款是蓝款啊，蓝款高帮的，看还有纯白的，这个很好看啊，朋友们，看还有女款的这个，哎呀，1991，这个你那个还有什么？比如说优好的地方，防滑嘛，防滑的啊，对的，防滑设计的，我来试一下啊，来试一下，兄弟们看，防滑啊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多少度角了？来拿一般，有没有15度？厉害！有没有你们的抖音的店铺？有的，看一下，他有。229，这直播间卖的，想个直播间啊，直接报价了，行吗？想个直播间价，159，上车。吃完生女啊！去去去！怪不得了，我当时就喜欢吃那个。哇塞！来，搞搞搞搞！哎呀，这一说，我留言留言，快点快点，留言快！哎，快！快快快！嗯，吃了吃了，吃完吃，多吃点。嗯，我来。哎，别，你要吃的吃，你咽了咽了，吞了。有望了，有希望了，兄弟。老弟，来，你给我来。没，你咽了。哇，我还好口啊，这个玩意儿。这什么？我喝不了，这是屎呀。嗯，喝成屎一样的。嗯，我靠，这个确实厉害了，这个确，我第一次吃这玩意儿啊，兄弟们。这不是坏了吗？好了，咽了，哎，吞了，不会，哎，好了，可以，你放心，你有希望了。兄弟们，你们这一袋多少钱？38.8块。38.8，小杨哥今天一袋，两袋。3袋，68.8，上车。